虽然咱熟识过程真平凡，也毋过你伫我心肝内并无平凡。虽然你毋是我头一个爱查某人，也毋过绝对是最后一个。妈妈，你都还在变呢。啊，我想应该是我生做足够人玩的，才会害恁惊着，歹势啊。敢有看唔到啊？拄只迄位小姐，哪会甲上面顶面的马这么像啊？有啊！姑妈咪，你先伫只等者，我去看卖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好。什么什么情形啊？我家这一切是我准备的，俺不信敢说照片。无极集团的公开杨总经理，还有张君南执行长到底家，请问你是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不会吧？刚刚你一定约我到他家来啊？吴总，这是我们辉煌政绩，你来家，敢选择找我？所以你是五三集团的人。不过辉煌生技甲无极生技才拄签约完成结束的合作，所以这嘛是无极生技的所在。我是来找工作的。阿生，麻烦你通知工作一下。恁两个哦，较冷静的啦。不过我变作冷静啦，有可能是你妈呢。啊，不过马早就过往啊，阿姑对吧？对啊，当当年你妈就在我面头前断开。啊，不过啊，迄当阵哦，万条花的人去甲你对杀啦，迄状况真紧急啦，你传音走了袂赴啊嘞。敢是迄时阵哦，其实杨芳还佫有一口气，你唔知影尔。敢会是安尼啊？哥，哎呀，卖哥也唔哥啦，反正有风就是因为你去用救起的啦。啊，歹势。咱拢无人亲手处理妈的后事，阿姑，你嘛只是请一个牌位，放在恁个塔内底尔。所以哦，伊真有可能就是有风，啊，若无，那有可能有人生啊这样相像的。伊若真正是有风，生出来也袂灵的啦。有可能头可以讲着啊。也是受重伤的后遗症。
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，我的卡嘛是弄得他卡失忆，冇可能啊！对，咱身躯边够真侪人有这款状况。哎呀、啊，蛋姐，我甲恁拜托姐，我真正唔是恁讲的迄个人，我唔知影恁是电影还是小说看伤侪啊！我的头壳一直拢照清楚的，嘛我失去记忆，而且啊，我嘛无受过伤。哎，还有我，你慢慢问我讲，敢有整形过？我无，我一出世哦就生到这模样。甲恁讨论的迄个人会生到这样小心，这嘛不是我愿意啊。你真正不是阮有方。我叫做蝴蝶，不是恁讲的迄什么有方。来，这是我的护照，我才拄位泰国回来，是泰国华侨。这证件应该不是假的啦。来坐，来坐。吴总，大伯，你哦，紧替我解释一下。因误会我是另外一个人，我安怎解释，伊拢讲袂出声。真正会害呢！阮一家人来台湾无几工，一直发生这款的代志啦。吴总，伊叫蝴蝶，是阮小弟的太太。阮一家人吼，拢是泰国华侨，伊应该唔是你讲的迄个人。这位小姐是江总理的弟夫啊，别误会啦，是另外一位小弟啊。我是江家客件。是啦，阮江家哥一办件，蝴蝶是伊太太。太谢啦，新闻较犀利啦。不要紧啦，迄天江总裁甲老夫人看到我异地，这么激动，我是感觉嘛足正常，无啥意外啦。您刚都唔免来，跟姑姑妈咪解释下。啊，爸，哎呀啦，你个亚姐伊帮阮叫啊。啊对嘞，啊拄则王母要甲亚姐告白，啊结果，啊，看到有风定位，煞个遮重要代志拢放袂记。讲你丢丢啥？紧来找伊啊！就算我有跪哦，莫跪甲伊原谅你。你去倒位找啊？当然去公园啊。啊对对对。哎，等下等下啦。都已经过这么久了，他怎么可能在公园公园那等啊？一定哦，等于公司啊。我先打电话给伊啊。爸，你认为发生这种代志，伊敢会接你的电话？我看哦，也是我先甲志涵讲一声，即卖状况。哪行哪行，行行行，先来公司找。好了好了，来来来。来来，小姐。有方应戏啊，这假设不成立了。不管怎，你嘛袂当怀疑我对你的感情啊。那是我要送你的花，你捡回来啊？啊，那呢，我直接向你告白。你敢知影？我看到火红等在涂骹，我心肝的感受是啥物？我感觉我嘛好亲像你单调同款，我哪有可能会甲你单调啦？迄当阵我是啥物拢无想，我都溜过去啊！唔是啊，唔是讲无想到你死，无想遐尼多啊，嘛唔是啦，我是讲啥啦？安怎讲拢唔对？我当了解你的心情，真是了，阿姐。那你无生气啊？吼，我话也未讲了。虽然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，啊，不过讲无受伤是骗人的。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向你证明我对你的心，风吹未动，火烧未化，甚至百年不变。用嘴讲的无效，伤害已经造成啊！
你这是创啥？为着要跟你做伙，我想我应该把我的心肝破开，把我心内话全部拢讲出来，你知影？是，有方确实一直活在我的心肝内。毕竟，阮两个是真残忍，恐拆分开，伊阁因为我失去性命。不过是你，把我对无底的深坑诱出来，给我的人生够新的希望。我才知影，原来我阁爱人甲悲哀的权利。我一直接近你，就是因为你给我原本死去的心，搁再活过来。大姐，我这摆已经不是外省人了。我的心跳，我是为了你。我破你！歹势，我一紧张哦，就分较分少。这是我要送你的定情礼物，唔知你敢愿意接受？你敢袂当卖跪伫我的面头前啊？安尼袂输，袂输，我是你的妈祖婆嘞。我知影，我可能不是一个一百分的男朋友。我不懂浪漫，嘛袂晓讲好听话，让女朋友欢喜。啊，不过我用行动证明我的爱。坦白讲，特别跟你相处，我都感觉真自然、真轻松。无形中，你的形影就深深刻在我的心肝头。一无看到你，我就会想你。所以，请你莫因为我拄只失误，就对我痴心好无？我若是对你痴心，我就袂甲火捡倒来啊！你意思是，你接受我心意啊？你敢要替我搁盘链挂起来？姐，那恁咱即马敢是男女朋友？话你已经挂起来啊，你讲嘞？多谢你，亚姐，多谢你愿意接受我。